130. 2019年3月26号晚上6:40左右，浙江省三门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剑跳中队接到报警，报警人称在剑跳镇永丰村连心路路段发生一起交通事故。130。喂，你好。哎，你好。哦，家怎么怎么办？哎，是根据你的地图，我您叫来，哎，你咋叫啊？是啥地方？永丰大路这个路口给你留的了。你家你们家路这个了？哎，我家路在哪？老公还打路的呢喂。剑跳交警中队接警后，立即派出警力赶往事发地点。交警来到事故现场，看到现场有一位男子受伤，肇事者已经逃逸。你这边处理到吧，老师？你说这个？打那个了。受伤的人姓何，他就是住在附近的居民。当天晚上，他和妻子一起散步，没想到被后面开过来的这辆电动车给撞倒了。当时何先生躺在地上是怎么都起不来了，本来交警以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交通肇事案，但是接下来听何先生夫妇所描述的离奇的一幕，让交警听了都感到很气愤。交警赶到事故现场时，受伤的何先生还坐在地上，在何先生身边站着一位女士，这是他的妻子林女士。林女士告诉交警说，当天晚饭后，两人和平时一样出来散步，没想到竟会遇到车祸。就突然一下子撞在背后哈，撞倒了，撞到地上嘛，当时撞到地上嘛，头脑懵了一些哈。什么感觉都还没知道了，人都不知道了，一下子都头一晕的话都不知道怎么样。你告诉给健康队啊？你们搞吧。屋里你出狱好了吧？出啥过来？比你送狱去。送狱没事。我们给空门分上，好吧？何先生说，肇事车辆是一辆两轮电动车，驾驶人30岁左右。何先生见肇事者被压在电动车下，不停喊着脚断了。于是就让妻子林女士先去救肇事者。他的脚说压对了吧，他脚对了吧，我给他扶起来，因为他脚对了，我用膝把他扶起来。你怎么去？您是本地人吗？阿弟呢？广华是本地人。本地人了，本地人吗？多少岁左右？大概都35岁。林女士说，自己费力将电动车挪开，将肇事男子扶起，随后两人就去扶何先生。但何先生却怎么也站不起来，这时突然发生了令何先生夫妇感到气愤的一幕。这蘑菇还一波了不是啊？蘑菇还一波给给捅了我不了呗。我你爱淘气淘气淘淘，我老婆我搞给淘气，我趁月干对比的给我淘气淘气了，给我包一冲医院去，我怎么装医院去装医院去，给我打到气了。原来肇事男子趁林女士照顾丈夫之际，竟突然转身骑上电动车，飞快地开走了。肇事男子的逃跑举动让何先生夫妇感到既惊讶又气愤，随后林女士便报了警。你们出干不干事去了吧？这不干不干事，摸不去，看了有点红眼哦。有点红啊？哎。然而，由于现场光线暗，何先生夫妇没能看清楚电动车的车牌号。根据报案人的人况反应我们分析了他这个电动车跑了，跑了的你。往这方向去的，往这方向去，可能从前面的路口红绿灯是那个农博园路口农博园那边有监控的呀，应该会找，应该会找清楚应该可以的找清楚了，那我们接下去下一步，我们要组织人员，分了两组，
第一组我们去查监控，通过视频侦查。第二组呢，我们就是因为去了解周边的周边。有没有发现这种电瓶车况？目击证人。随后，何先生被赶到的亲友送往三门县人民医院进行救治。对于自己的遭遇，何先生夫妇始终觉得想不通。为什么救他起来他会跑呢？我也不相信，我是这样想。我这本来是倒在地上，一般人如果看到的话，有人也会扶起我们，也有的了。当时跑了嘛，我想哈，你那个人怎么这么坏心肠哈？怎么一点道德都没有哈？怎么把你扶起来，你反了还要跑了哈？我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就是心里这么想哈，到现在怎么还是想不通哈？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被当地媒体报道之后，一时间竟然成为当地居民街头巷尾的热点话题。有点那个忘乎负义了，人家把你好心扶起来，你还能看都不看，直接就跑了，像小时候读书一样，那个东郭先生一样的，好心没好报。以后这样子都是这样子的话，社会就是感觉现在都有点怕了。我们在采访的过程中看到，当地的老百姓对这件事的态度有失望，有愤怒，更多的是谴责。一起后果并不严重的交通肇事案，为什么会让大家有如此激烈的反应？我想这是因为肇事者的这种行为触犯了大家的道德底线。有人不禁会问，一个被扶起来的肇事者面对受害者家属的善意举动，他为什么要选择转身逃跑？这个人他到底是谁？但是我们对这个逃逸案件我们有规定，那必须一查到底。三门县公安局剑跳交警中队对该案立即展开侦查。经现场勘查，交警发现事发现场没有路灯，也没有监控。为找到肇事男子，交警调取了距离事故现场最近的一个监控视频进行查看。我们看了一下那个电动车，他当时出来的时候没开那个车灯的，一下子就右转弯就走了，然后我们就当时就确定肯定是这辆车子了，往这边走了。这六号中间的方向去的，这个稍微清楚一点，这个品牌可以看出啊，可能品牌的，可能，对，白颜色的，前面白的，红的，然后这只手一直护着，这手一直扯着这个帽子，这手一直扯帽子，这个手一直摁在那个帽子上面。我们当时就推断他可能是反侦查，可能在躲避这个监控。根据监控视频显示的逃跑方向判断，肇事男子很可能逃往山后塘村。交警立即前往该村进行调查。很快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线索，那个村支书说有一个很像嫌疑人的那个村民。对，应该是你，是个那个比较年轻的，就二三岁的样子的，开这种车的有没有？你想想，好像有点像，有点像，有人呢？有人，有点像啊。你要不是谁家里的？你认不认识？你要不电话有没有啊？先打个电话问一下。你怎么没得回来的？我是跟着你走红沙谷啊，我去一个。我问一下我。不是吗？不是。不是啊。不是，我给你给公公的品牌不一样，对，品牌不一样的，这个他的孩子也不去，在家里问过来。最近两天没有出去过了，没有发生事故。然而，这个线索很快被交警排除掉了。经过了解，山后塘村有多条道路通往村外，这给案件的调查带来了更大的难度。排查完了都没有找到这辆车。所以说正向的追踪已经不可能了，因为村子里面就没有监控了，然后我们不知道他去到哪个村子，挨家挨户的话面积实在太广了。随后交警们立即进行案件倒查，调取了事发路段附近案件发生当天白天的监控视频进行重新排查。我们看一下这个白天的那个视频，他有可能白天也是从这个口子进去的，白天的时候可能不会戴帽子，这个车牌估计也能看得清。对，我们就把这两个方向的监控都调出来了，就翻看了一整天，结果都没有看到这辆电动车。当案件调查陷入僵局之后，办案民警立即协调三门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希望他们能够给予技术支持。当时我们这个电动车安装的时候它就是装了一个定位器的，
就是比如说你车子丢掉之后可以到派出所报案，就是能跟踪到定位的话就能帮你找到这个车子。然后他们把那个案件的资料提供给我，我看了一下那个案件的视频啊，然后根据天网工程然后查探了一下那个车的行车轨迹。经过反复分析和研判，民警很快锁定了一辆电动车。民警发现这辆电动车在案发时间不停地在事故地点附近绕路。从这个轨迹上看，车这样来回一直的开，我们更加确定这辆车就是嫌疑车。我们利用大数据分析对车辆轨迹进行排查，最后得到了车辆的登记信息。根据电动车辆的登记信息，交警很快锁定了肇事嫌疑人梅某，随即交警对梅某进行了传唤。当时他不在，我们把传唤的证件交给了他爷爷奶奶，就告知他们。经了解，梅某今年25岁，目前没有工作，平时靠打零工生活。他主要现在的这个支撑这个家庭都是他的爷爷奶奶支撑的，从那外面打工啊，这个赚的钱啊，维持他们家庭生活。梅某的父母10多年前就离婚了，并且早已各自重新组织家庭，留下梅某和一个智障弟弟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他家本来此前有一个孙子，那个有智障的，然后呢他说这两天他好一点，那个智障那个孙子呢，他是让他那个外婆带去的。梅某家的房子和邻居家的房子比较起来显得十分破旧。民警来到梅某家时，正遇到梅某的奶奶外出干活回来，老人已经70多岁了，但每天还要下地去干农活。他说平时吧，那老太太说早上4点钟出门去到菜地干活的时候，他要干半小时要回来，然后他这个菜地呢离家呢大概是大概有5-6公里左右。当天下午，梅某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三门县公安局剑跳交警中队接受询问。然后你就让这个女的把你扶起来是吧？对，让我看一下那个男的受伤的那个，建议他赶紧去医院看一下。然后他一直闹着就是要叫救护车嘛，他就要求要救护车，然后一直拖到5分钟差不多嘛。然后这样拖着拖着，他老婆在路边叫人嘛，然后还微信叫家里人。梅某说，他当时担心何先生夫妇会叫人来打自己，所以心里很害怕。对，他有什么说要打你？威胁你了？他可都有威胁你，说要打你啊？没有，我就害怕他微信会叫人。被林女士扶起来之后，梅某趁对方不备，骑上电动车，迅速逃离了现场。然后你开启电动车电门的时候，那个女的在后面喊你，让你不要走了。然后呢？然后你走了。哦，就右拐，不敢直行会停下来，过往车辆有危险。右拐又不敢路过接口，以为他受侵了，以为会家属会追上来。从事故现场到梅某家的实际距离仅有1公里多。但为了逃避警方的打击，梅某整整绕了8公里的路才回到家。你害怕他会打你，为什么不报警啊？因为我没报过警。由于梅某家庭经济条件较差，梅某的家人在赔偿的问题上向何先生提出希望能减少赔偿金额的要求。最开始说了是28000，他爷爷说我问你要了2000，他说少了2000，我说好吧，我说反正我们损失也大了，我们做生意那么大的都损失了，不差你2000，我说少了就少了吧，反正看他们爷爷嘛，这样说吧也可怜哈。最终梅某赔偿何先生医药费及误工费共计20000余元，三门县公安局给予梅某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看他年纪也少哈，可能也是家里贫穷也有原因吧哈，也是就这样子原谅他了吧哈，不可能下次人家也跟他一样不会出现了吧，还是世界上还是好人多了吧。梅某在此次交通事故中因为交通肇事逃逸
承担了更加严重的法律后果，受到了行政拘留的处罚。在此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要及时的抢救伤员，保护好现场，及时报警。据了解，梅某曾经上过大学，然而当交警问他当时为什么没有报警时，梅某却说因为自己从来没报过警，所以不会报警。我想人贵在知错即改，其实梅某不如将自己苍白无力的辩解之词换成一份真诚的道歉，让受害人得到宽慰，也让自己得到宽恕。只有真正的得到对方的谅解，从此内心才能无愧。